信用绝对是清白的。这个代志绝对跟我本人拢无任何的关系。我本人将来无用我的职务来收取到任何一角银。相关的证据呢，我嘛也阁拢提供予法院，而且也阁有证明我无在场的证明。今年法院单凭着一个人的证书来判我有罪，而且这个人呢，也阁有案件调查中间，我感觉非常的遗憾。我绝对来上诉，捍卫着我的清白。郭姓人犯判刑的速度会遮紧，正明显是咱赖总统利用伊家己总统的权力来影响司法。陈立伟民调也林俊贤，大家来讲，陈立伟唔免烦恼，咱赖总统还未出手嘞，只能证明赖总统出手。郭姓人案件无偌久随判，咱讲过去民进党是来操作司法，咱郑文灿的案件就好。有代志抓到，搁要偷报钱，甲伊刑堂，足久才甲判刑，才起诉判刑。咱第二件郭在清，你若想交林俊的正好个郭在清，伊拢干挂，交赖清的干挂，长期来咧操作单机双机的。罗渣案110年起诉，到今拢无判，顶半年也未判了。咱陈忠彦嘛交林俊的正好，遮久案件过去嘛唔判。最近的阮阁继续甲检举了，大家较阁起诉去办尔。你甲想看卖啊？阮国民党的党诶议员甲我讲，还是无党派讲啊，偌总统拜托伊爱支持林俊贤。所以想到过去，大家讲，陈立伟兄弟免烦恼，总统还未出手咧。啊，过去的案件，伊好歹家己爱负责任。啊，伊无收钱，毋过法官我甲判刑。可是，想到遮紧。这个是外口的传说，讲陈忠的民调赢20几%，唔免欢喜，总统还未出手咧，总统会为伊家己的人林俊贤不择手段，一定会打压陈忠的交易支持者，真明显啦。哦，今仔真明显，过去有发言，我讲过，伊家己爱负责任，虽然无收钱，法院认为有罪，啊，不过谁会这紧啊？一个人起诉，变个再变，判刑接办，啊，无支持伊的人。哦，个速度遮紧，这明显是需要改进咱台南市民的市长选举。我感觉赖总统唔免安尼啦，唔免安尼啦吼，无意思啦。上调民主政治，回公平竞争。赖总统改进咱台南市长选举，这是一个例证。